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智慧微视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谈判的锦囊，我们继续跟各位讨论谈判的筹码。我们讲时间，时间。那么前面我们讲说，呃，有没有拥有人家所想要的东西啊？或者说我能不能惩罚他？你顺着逻辑想哈、啊，你学谈判，人家也会学谈判，对不对？ 那人家可能也拥有我所想要的东西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拥有我所想要的东西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他拥有我所想要的东西，于是我在想说，他拥有我所想要的东西，那我有没有退路？我们前面讨论过退路嘛，对不对？他他他他,他勒索我，那我有没有退路？我可,不可以不理他，好，退路。可是如果今天退路找完之后呢？我发现，呃，我目前我没有退路，糟糕，那怎么办呢？ 怎么办？那你别退路可能马上，他不是马上有有另外一个退路，他可能出现。比如说我今天一个供应商他不供应我了，那有别另外供应商，可是他供应商的产能产线不能够马上派上用场，那怎么办呢？今天没有退路，以后可能有，或者有一个员工他要跳槽，我说你跳好了，我找别人来带，结果我找替代他的人，他在美国呀，他在美国事情结束以后，他到到岗的位置可能要半年以后啊，糟糕，那中间怎么办呢？ 所以就卡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时间凹吗？时间本身当然是筹码，对不对？它不是期限，不是以前我们谈的期限，它就是你有没有时间凹。有时间的人赢。而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，我也常举例子：两车对峙，狭路相逢，有什么办法叫人家倒车，而我不倒？谈判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他要过来，我要过去嘛。我有什么筹码让他说你闪开，我过去？你有很多方法。 其中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凹嘛，窗户摇下来听音乐嘛，点两个烟嘛，谁怕谁呀、啊？但是关键不是你有几条烟或几片 CD 嘛，关键在你有没有时间嘛。就是我能够凹嘛，我凹到我的退路变成熟了，可不可以呢？好，但是你有没有时间？你再深刻想一想，现在重点不是你有没有时间，而是人家相不相信你有时间。 所以，所以今天就算我不能凹，我也要装着说我可以等，我没有问题，气势上不能输啊。我们人呢、啊，都是跟我所看到的他在谈判，我们不是跟他在谈判呢、啊，我们跟我所看到的他在谈判。当年诸诸葛亮摆空城计骗退司马懿，司马懿是跟诸葛亮在谈吗？司马懿跟他脑子里诸葛亮在谈呢、啊。 司马懿在到到到城门口一看，城门洞开，诸葛先生在城门楼上弹琴啊，老弱残兵在扫地啊。诸葛呃，司马懿是个理性决策者，他把他的资料库里面诸葛亮资料调出来看一下，他心想：以诸葛先生一生谨慎，那里面不会没兵的。他撤。如果司马懿不是个理性决策者呢？如果司马懿是个二百五呢？他想，要门开的，那进去了。第二天故事就重写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我们都是跟我看到的他在谈判。 所以有没有时间，你要创造出来有时间的样子。所以商业谈判，你会发现，话约到最后就是两个事，一个是金钱，一个是时间。就算你今天在乎的是时间，装也要装的你在乎的是钱。如果你让人家知道你完全没有时间，你就完全没有 power。所以有没有时间，有时间的人赢，能凹的人赢。但是呢，重要是要让他相信我有时间。 这样子，你的谈判筹码才能发挥你最大的效果。最好你有时间，不然装出来有时间，你才能撑一下。等到整个时机改变，试一下。